回首来路，才知道走了多远，亲历奋斗，才明白付出的意义。驻足当下，回望过往，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足迹坚定而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是一位人民领袖的庄严承诺，更是一个大国大党未曾改变的使命初心。不断创造奇迹的中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追逐梦想的步伐激越铿锵。从贵州遵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田英智，到云南昭通搬出大山融入城市的熊国恩一家，再到靠刺绣手艺走上世界舞台的布依族绣娘，当下的中国是自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走向全新的生活。从乡间到田野，从产业到生态，从教育到医疗，到处都是勤劳致富的身影，到处都是澎湃奔涌的活力。从怀揣创业梦想的撒拉族小伙韩城，到努力学习技能参加全国大赛的藏族姑娘林吉，再到从人生低谷爬起带动更多人追梦前行的残疾妇女李耀梅，谢谢戴六，谢谢哦。当梦想的光亮照进无穷的实践，当奋斗的基因融入追梦人的血液，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能被看见，所有的不懈坚持也终将开花结果。一二三，从努力探寻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南门都村，到勇于担当践行先富带后富，积极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大夏江联合体，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正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小康梦圆不是终点，艰苦奋斗未有穷期，中国必将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的恢宏目标扬帆奋进，风雨兼程。